哥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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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哥，哥哥。月下，你看我为你准备的，你可还喜欢？喜欢。哎，啊，你玩过拔根的游戏吗？拔什么？拔根你没玩过，就是根柄相扣，谁拔断了谁就输了。哦。你挑的这种不行，你得挑那种又老又黄的。地兰爵之前教过我，你把这种叶子放在鞋子里，用脚汗沤上几个时辰，这样才能百战百胜。他刚刚说什么？他刚才说什么？脚汗？你都教了嫂子些什么？我怎知他谈情说爱与平时一般啊？行了行了，按原计划行事，慢慢。上招。瞧我，一开心就忘乎所以起来，人家也是个女孩子，怎么能玩这样的东西？月下姑娘，你哪儿不舒服吗？公子，公子，人家腰酸。他这副讨打的德行是由何处学来的？起开！哎呀，他们在作什么妖啊？你这样不行的，一点都不像良家女子。我不，嫂嫂这样怎会成功啊？咱们换个人吧，好不好？兄长怎会被你如此德性所吸引啊？还是换我来吧。兄长，月下，你方才叫我什么？怎么叫兄长呢？你要叫哥哥。哦，哥哥，哥哥。哎，你得可爱一点，你要叫哥哥。啊，哥哥，哥哥。不对，不对，哥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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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哥，哥哥。我从未见过像月下这般特别的女子。不是，那帮人搞什么幺蛾子呢？文人哥哥。月下此次答应赴约，只为问你一个问题，那就是你对月下的情谊到底有几成？